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个蛋糕。叫着千层猫山王榴莲蛋糕，首先拿15克吉利丁片，放入水中泡软，倒入450克牛奶、300克淡奶油、30克糖，搅拌均匀，煮至80度，加入香草精和泡软的吉利丁片，倒入模具，放进冰箱冷冻，倒入200克牛奶、250克淡奶油、30克黄油，搅均匀，隔水融化。倒入85克糖，加入80克低粉，分几次加入5个全鸡蛋，搅均匀。倒入第一次融化好的牛奶、淡奶油和黄油，一边倒，一边搅拌均匀，将混合液过滤一遍。倒入一些混合液铺满锅底，不小火煎到面皮冒出小泡泡，把面皮倒出来一一铺开。倒入300克糖、15克淡奶油，打发7到8成。拿200克猫山王榴莲肉搅均匀，加一部分到打发好的奶油中，拿一张面皮涂上榴莲或奶油涂，再覆盖了一层皮，如此类推，重复的做，直到堆叠完成，将制作好的奶油覆盖在上面，加上奶油，撒少量糖粉，猫山王榴莲千层蛋糕大功告成，多重层次，香浓又滑，口感一流。